个到土地古，阿到家做木肉，到处做葫芦带钱了。家古路阿个一头肥牛，阿只，一种多年来得种来种，一种木种来种，得多年再结上高上草，那到还到种来种。但是个是一头多内容的股，刚子路长了，就每一天在弄，给我照顾上山包那个。头一头多内在自山大道个，内都主耶稣主给路给讲的呀，天要内个，内你得给走给接，内主耶稣我内都主都讲神，内讲个内力。寂寞一天天弄整整包来了，古路内侬只整整一趟只要万九，我做要三我天天弄个搞么多苦哦，我打，我娘的侬，飞过土坷，古路内古做啥？做个菜地个事，来来个搞路啥呢？我一样做就干，我做干了就干。那个都都太苦了，操！那家个水果木匠都弄烂的，都给砸烂了果，蛋给砸烂了果，那肉了果，卤就干，那么做啥？就干我的，伢做弄烂的，我上蛋包来弄。这伢弄烂的，我那都上桥来捡去。哎呀，他们做上都坚持，哎呦，我的坚守，也就不敢有喊道。那这我穿路穿黑的走给路，那个都多路我都退过路菜，我穿路穿黑一种，梦娘来的，那你脑袋都只有梦了是？太阿没干，那说那个我也怕的，不要都不搞路，在家里都搞路过来，我报知道哎。我们不做啥，路内侬找不到个菜地，个包，个是路内做啥，侬过来来个路啥呢？也滚成长了的哟，叫到你那点去，谁要被叫疯？个要做太地，伢烂地、拍满地、还烂脚地、说地，还没干地，那过路真高过的。那么就，他跟我老来去搞路上呀，他跟我老来去搞汉中国，那主耶稣路边，他跟他的侬，阿门。